我们必须要承受住一切压力。一名真正的试飞员，应该把使命看得高于一切。请各位调整好状态，迅速进入考试状态。试飞考试现在开始。一名在岗学员，同志们。 飞行的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一次气流，你在第一时间的操作处置有些慌乱，但你不要因此背上什么思想包袱。你作为一名试飞员，你以后会在天上遇到比今天的复杂的多的状况，但不管遇到什么状况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，排除一切杂念，专注操作飞机，多给自己点信心，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试飞员。 拉格尔，可能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。拉格尔，董莎莎，你很努力，你的每一门课程成绩都非常优秀，你是李园长最看重的学员，他非常希望把你培养成咱们国家最优秀的女试飞员，但是非常抱歉。 这次，你的飞行考试没有通过。你的心理抗压能力和空中的反应能力还达不到一个试飞员的标准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别的职业。比如，你也许会是一名很出色的试飞工程师。